你好，今天这期节目又是油管的一个重大的政策性的更新啊！最近油管动作连连啊，变化很多。那今天这个更新的话，是通过油管的官方博客发布的啊。这个标题就是讲对于在油管上面点彩的一个更新。这更新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啊，那么你可以点彩一个视频，但是呢，这个彩的总数会藏起来，主要我再讲一遍，你依然可以采一个视频，但是呢，这个采的总数会藏起来。那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尝试了一段时间，大家如果这个仔细看的话，在你的所有的短片就是这样的处理的啊，在过去的几个月都是这样的处理。那现在它是在全平台啊推出这样新的更新，那从今天开始，当然有很多频道的话，可能暂时还没有啊实施这个新政，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要不了多长时间，整个平台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彩你依然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个数字你再也看不到。究竟19个点赞的这个彩的人是9个还是89个，你不知道了啊。那我再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里头的细则啊。首先，他没有把这个彩整个动作拿掉，他依然可以彩。然后总共有多少人彩呢？只有频道主自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了，变成一个这个思想的这样一个信息了。观众呢依然可以去踩，你怎么知道你踩了没踩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这个地方可以去踩它。你看你踩了以后的话，这个地方会变颜色啊，在手机上它会变成一个绿颜色的。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你踩，那再点一下就取消了这个踩。所以讲你这个踩这个动作还是有。那现在这个视频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数字依然是可以看见的，所以还没有在这个频道上面应用这样一个新的更新。那这是一个逐步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他没有讲多长时间会彻底的全网都会实施这样一个新政。那你可以看到了没有？这个今天他在这个公布的这个视频里面，就这个视频讲关于彩的次数更新，他做这个公布啊，今天的哦，你看看这个视频有意思吧？1.6万的人点彩，这个只有6000多人点赞，就是说，油管官方公布这样一个新政的这个视频被大家喝倒彩。那么这个地方很难讲，就是说大家都不喜欢这样一种安排，还是就是讲哎，我也来试一下，就是你这期节目讲这个彩，那么我就在这边等于是这个强铁留名，我在这个地方来踩你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里说两个因素都有，那么反对的声音当然都会比较大的。一般的说是这样的，那么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准确的反应，很多是大家带着一种搞笑的这种成分来讲，我踩一脚啊，这个视频。那注意这个更新的时候，就使得很多人联想到就是史上最被踩最多的视频，就是这个油管官方的在2018年的这个回放啊，这个视频你可以看到。1960万这样的点彩创纪录，在整个油管平台上当时是最多的被踩的这样一个数字的。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我估计很难这个记录被打破。点赞305万，那么这个东西直接导致油管之后呢就取消了这样年度的这样一个盛会。他原来做这个年度回放的话是会把这个当年最火的最热门的一些内容创作者整个请到美国来啊，路费全报，让他们到这边来给他们拍视频弄这些东西。这一年呢应该是办公室小野也获邀啊进入了这也我不知道是这一年还是后面这一年啊，是办公室小野在这个里面出现了。那后来连续这几次大家都喝倒彩，然后呢谷歌就 YouTube 今年正式的宣布了，我们再也不起心动念搞这样一个活动了啊，从此以后永远的取消啊。前面这个2019、2020、2021的时候还有点扭扭捏捏啊，不清不楚。前段时间我看他正式的宣布讲，我们以后再也不搞这个活动了啊。其实这个活动是蛮贵的，要那么多人来弄到这个美国，甚至有的时候还到一些这个外景去拍那些旅游胜地啊。所以很昂贵的一个东西，但吃力不讨好，大家不喜欢啊。那么所以
这一次当他宣布这个新政的时候，就讲哎，我们更新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大家讲你是不是就是想把你这一个数字藏起来，避免让自己难堪？他讲不是的。好，他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东西呢？是就是说，他讲根据他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啊，他发现有很多人利用这个东西来对自己不喜欢的这个频道或者频道主进行攻击啊，就说你经常会看见一些频道里讲我进来就是要踩一脚啊，有这样的留言。所以那么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华人频道圈里头的话，就是那个米奇沃克斯这个频道是最明显的。他有一段时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踩会比这个赞的话多出四倍，也就是他整个的赞和踩的比啊是 20%啊，左右，甚至我看到还更低的，就那段时间是很难受的，因为很多人是纯粹不看视频就进来踩的。那油管就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有关于言论自由，因为你这样子踩的话，弄得这个内容创作者非常郁闷，然后呢，这相当于是网络暴力的一部分啊。那据他来讲，他从后台看见的数据，就是他的大数据分析，有很多人滥用这样一个工具，那么使得有这个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手段，所以他讲主要把它隐藏起来是为了对付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他又保留这个数字，他不把这个功能整个拿掉，他只是把这个数字啊取掉。那么这个东西呢，我呢其实也不敢苟同他这种处理方法，因为我以前在节目里都讲过的，关于这个踩这样的动作，在 Facebook 最早期的时候，他的内部公司里头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啊，有各方的意见，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不介绍这个踩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只保留点赞啊，因为你不喜欢你就不点赞啊，那么你看或者不看很快就走掉了，那观看完成曲线上能够反映出来。那踩我基本上同意，倾向于从社会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讲，踩能够激发人性的恶的一面啊，所以就非常容易导致有组织的有攻击的某一类的粉丝去攻击另外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或者他们的这个他们明星的这个对立面，这样子的东西，就是粉丝之间打架会导致这个网红受伤，这个是这种情况。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讲油管这个变更的话，它可能是要分步撤退。它现在讲你依然可以踩，那么这个频道主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在这个之前这前面几个月已经试验过了，他讲把这个东西藏起来以后的话，那些原来会非常多的踩的现在就是会显著的减少，那么真正不喜欢的还会来踩，但是呢不会出现那种有组织的来踩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数字一旦你看大家注意到了以后的话，很多人就为了效果他也顺手就踩上一脚，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藏起来以后的，你不知道这后面是1969个人还是1900多万，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讲根据这样一个东西，这样一个数据，他讲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就能够显著的减少这个网络攻击和暴力的这样的行为。但是他讲这个频道主呢，他可以到这个YouTube Studio 的后台里头能看见这个视频究竟多少人踩了啊，他能感受得到。那么这个东西我就讲他是走了一半，按我。如果我是总设计师的话，我会坚决把它拿掉，一步头把它拿掉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即便就是第一步就把这个东西藏起来，这个就引起了众怒。这个 1.6 万的踩踏，这才发布的一个视频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就说，我前面讲的就是反对的声音往往是比什么都大，你最先听到的就是反对，因为反对的人是最激烈的这种人。他是怀有敌意的，怀有这个攻击的，他有暴力倾向的，他才会发表意见，对吧？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他是或者是对你特别欣赏的，那他即便是心里都特别欣赏你，他也不见得会说出来啊。但是想骂你的人，一般他是忍不住要骂你的，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这就是我认为讲这种东西是更多的导向于人性里面恶的层面的这样一个展现。那么这个谷歌或者 YouTube 有这样的机会彻底把它拿掉，但是呢它小小的往前走一步，这种试探性的一样，那么下一次它要再拿掉会引起另一波更大的这种抗议或者阻力啊。所以这个
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他的工程团队他是怎么决策的啊。YouTube 好多这个行为这么多年过来，我都觉得怪怪的， 我不知道他这是他的内部的整个的决策流程是什么个情况。我当然不能讲我一个人比整个这个 YouTube 的团队那个几万个工程师他的那么多这个中层高层的领导都厉害，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确是啊，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看到的这种感受来讲，你完全就应该就是一步到位嘛，做这种不要这种慢慢切割，每次又不打麻药弄得很难受的啊！你长痛短痛不如一次头解决这个问题，把它直接拿掉不就没这些问题吗？因为这个东西能够完全能够表达，大家嫌弃你自己就不看你，我理都不理你，我都蔑视你，你这个封面图在我的面前我都根本就不点你，这个数据已经足够充分了，你没有一个就是像来让大家贴大字报，让大家来骂人呢、啊？这个点彩的这个完全就是，这个完全就是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解读啊。其实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以前也讲过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点彩的真正意思啊。比如说有一个人讲了一个悲伤的故事，讲他家小狗死了，大家就不知道我要点彩表示下我的同情，你不能讲，你讲你家狗死了，我的点赞，这表达的意思是你们家狗死得好，早就该死，是什么意思？所以本身这个赞和彩啊，在不同的这个语境，在不同的环境里头，就有很多歧义，所以这从设计这个角度上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最开始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所以为什么 Facebook 团队里头这那么长时间啊，最后人家就是坚决拿下，不搞踩这个动作，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决策啊，所以今天这个东西又引起了我多年的这种对这个东西的这种偏见或者是这种意识，所以我这个节目就想来给你做了一个信息的报告，我加大了一大堆的私货，那么趁你还能踩，你就踩吧，这一期节目。好，那就今天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再见。